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做佛祖。这是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所作的四料简记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。延寿大师及禅门法眼宗第三代宗师，与净土宗六祖为一身，将密教之密行及法相、三论、华严、天台等诸学说及净土理论折中而综合为一。此等畅句开历史之先河，其百卷巨作《宗净录》，举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，为后来佛门诸宗并合修学之端倪。清代雍正皇帝阅此书后，作如是感慨：如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至高至明，至广至大，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，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，成以六祖以后，永明为古今第一大善之始也。身为禅门法眼宗第三代宗师，万象森森一眼明，弹指圆成八万门，被尊为净宗六祖，十万声阿弥陀佛圣号是他每日定念的功课。耄耋之年，大师仍经常亲身临住，经行不辍。时人常听闻法如梵音，享于天际，而延续至今，无量佛子同欢共庆的阿弥陀佛圣诞，则是依永明延寿大师的圣诞制定纪念。生生阿弥陀，一步一精行，这就是觉悟之路。念念千峰起，步步莲花生。从这一步开始，脚踏实地出发。